好耐冇去过尖沙咀啦，今日咧就去尖沙咀行下，顺便咧就去一去从未去过嘅漫画星光大道啊！呢条街咧就叫做柏丽购物大道嘅礼貌径。好耐冇嚟过啦，啲铺头咧都变晒。话咁快就到咗漫画星光大道啦，我都系第一次嚟嘅。真系好多好经典嘅 Q 版卡通人物啊！上咗楼梯转右手边咧，就系真正嘅戏肉啦。
居然老虎字都有啊！童年回忆翻晒嚟啊！仲有一幅好靓嘅壁画，再上一层呢，就有一个好大嘅空地，可以俾大家坐喺度休息一下。最特别嘅呢，就系周围都系高楼大厦。好，行完漫画星光大道之后呢，就继续行去尖沙咀码头。今日咧系星期六，人流咧都算多。哇，咁快咧就行到嚟太空馆啦！咁不过今次咧就冇入到太空馆，呢间咧就系半岛酒店啊，系尖沙咀嘅地标，游客嚟到咧就必定都要打卡嘅。再过啲咧，就嚟到1881啦。呢次我都系第一次嚟呢度影相打下卡。呢度可以行上去，上面有一个平台，大家嚟到咧必定要行上去打下卡。平台上面呢，用啲花草砌咗一个心形嘅图案，都几得意。呢啲天文台嘅标志，你又识几多呢？平台上面仲有个时间球塔，
呢度仲有两支五炮和信号炮，大家嚟嗰阵记得打卡。嚟到尖沙咀海旁啦，海旁嘅景色咧非常之靓，游客必到之处啊！嚟到尖沙咀，記得嚟呢個鐘樓打下卡。